一月七号，有网友晒出了马云酒吧开业的视频，汪涵、蔡康永、主持人李晨等出席开业典礼，马云还和别人合唱了一首《广岛之恋》，再展歌喉。谈到开酒吧初衷，马云表示：“我就想搞一个给大家提供好酒、好音乐、好朋友的地方，不以挣钱为目的。”我就想，这个搞一个给大家能够好酒、好音乐、好朋友的地方，然后不以挣钱为目的。网友纷纷调侃，划重点，不以挣钱为目的，我能喝得起吗？网络新闻还是那个对钱没有兴趣的马云呀，报道。